贩毒分子们贪得无厌地追求着巨额利润，巨额利润又刺激着他们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加紧贩毒活动。当他们踏上这条道路的那天起，就意味着一把利剑在头上高悬，这把利剑何时劈下，只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。老金啊，你不是叫他们在这里等吗？我让他们在对面饭馆等。马超啊，到那边看看。好。我打。阿山阿基他们进去了。哦，黄中队，咱们怎么还不动手啊？肯定有原因。人家都已经立了功了，现在这么好的机会还不干，真是急死人。别发牢骚，指挥部的安排不会错，安心等着。啊。哎，他们来了。你们在这儿等，跑到哪去了？校长说他吃饭，饿。阿晨，办正事了。你们两个马上把车开走，一路上不要停，一直把车开到南澳。行，我说的明白了吗？啊，放心吧，放心吧，走。马晨啊，叫辆的士来。啊，放心吧。不，叫两辆。哎，好。把电话给我。喂，小黄，你听着啊，最佳方案是把运输的连人带车全部扣下，同时不要惊动阿深。如果这个方案做不到，那就把他们一网打尽。嗯，具体执行哪个方案由你们根据现场的情况来决定。还有，最好不要在闹市区动手，尽量不要开枪，以免伤人。领导请放心，保证圆满完成任务。小黄，你们组的人紧跟着货，到了城外以后立即动手，要快，注意不能伤人啊。是，走。好了，准备出发。是。阿强啊，你坐这个车。好。申哥，起了，下车啊！走。Thank you.
基啊，走到后边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啊，停车。快到，跟上他。是。阿神，你看，我们被跟踪了。没有搞错吧？宾馆一出来，那个红车一直跟着我们。怎么办？司机，加速，到前面掉头。好像被发现了，不能再跟了。我明白。他们现在在哪个方位？哦，上海，上海路。哎，向东。正好，前面就是广东大厦，胡大队在那儿。好，啊，这样，黄海，你先撤。好，就这样。喂。志广，我是老严啊，你现在在哪里啊？好，你听着，阿深他们正向你的位置开过来。是两辆红色的尼桑出租车。明白了，小梁子，跟我走。是。车准备好了没有？好，准备行动。报告指挥中心，目标已经跟上。两辆尼桑牌出租车，车号是粤 A3129， 粤 A3198。报告完毕。好了吧？哎，没有问题的。这个关键时候，你老是自己吓唬自己啊！阿晨，我有感觉，
我们从一开始就不该接这单生意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我真笨呐。也许阿龙根本就不是捐款逃走，全仔也没有死。你是说？不会的。要真的是那样的话，就不会等到现在了。早在仓库的时候，我们就完蛋了。是啊，这是我唯一不明白的问题。他们那时候为什么不动手？哎，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戏，是你自己找戏了。那为什么秋仔到现在没受过伤啊？对了，快给王老板打个电话联系一下，问问他那边的情况怎么样。王老板早就说过了，他不再跟我们联系了。都这个时候了还管那些，快打个电话问一问了。行不行？关机了。哎，肯定出事了，我们必须马上回香港。说的容易，那车机上这么多货了。让阿昌把他送到我表弟那儿，我们马上走。这么多货他一个人搞不定的。搞不定也要搞，没事最好。如果真的有事，他们可以把那个差佬引开呀。嗯，好，停车。在书本上学不到吧？哎，我在学校学习挺好的，怎么到这儿一点不实用？该学的还多着呢，就慢慢琢磨吧。啊，这是干什么？跟着阿昌啊，有情况及时向指挥部报告。现在谁在跟着阿昌？啊，那么阿深他们朝哪个方向跑？啊，什么？机场路？机场路？啊，那好，你们继续跟着，等待指挥部的命令。机场会不会是因为王永健被抓了？厅长，他们可能已经发现了，要跑。小王，到，立即调集警力，封锁机场、车站、码头。是。老严。好，派人盯住阿昌。小梁子正在跟他。一个人不行，把黄海他们也调上去。是。现在货还在阿昌手里，只要盯住货，就不愁找不到下家。喂。啊，小梁子现在在什么方位？明白，明白，我马上赶过去。志广，听着，指挥部命令，现在开始最后收网，请你们捕捉最好的时机，抓捕阿深阿纪，绝不能让他们逃出广州。我打算等队伍上来以后，在机场路上。你就放心吧，要不把他们提回来，我就把自己提回来见你。机机先生，麻烦你把车机开快一点了，我给你多多加钱了。哎呀。很快了，再开超速就罚款了。啊，没有关系啦，罚款我给了。啊，我没有很急的事情啊，求求你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哎，还是不要太快，碰上警察也是很麻烦的。哎呀，要快也是你，要慢也是你，
到底要怎么样了？马晨，不要发火嘛，需要冷静。冷静，冷静，我都快被你吓出毛病来了。你再打电话给王老板，问问那边情况到底怎么样，他可别出问题。关机了啦！哎，到底是什么时候出了问题了？问题就出在阿龙身上，当时要依着我把阿龙干掉，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。马后炮，现在说这个还有什么用啊？阿深呐，你到了没有？我就快到了，申公。啊，没有事啊。是啊，一路平安。好的，好，知道了。啊，司机到了，前面往右拐啊。表哥了，怎么还没过来啊？放心，我不能去了，货已经让阿昌送过去了，他很快就到。你听着，货不要放在家里，要找一个保险的地方，没有我的电话先不要拿出去卖。不要问了，一句话也讲不清楚，千万小心。那好吧，到香港以后给我来电话。拜拜。阿新呐，阿新来了，快下来呀。刚才我表哥来电话，他说把货不要放在我家里。那放在哪里啊？放在王叔家里吧。那里保险不保险啊？没有关系的。啊，是，好，快帮忙。哎，接着好。哎呀，好沉的了，啊，快一点了。王叔，王叔，阿新呐，啊，什么事啊？我有个朋友想把点东西放到你家。哦，放东西呀？啊，那你家呢？我和我爸爸吵架了，我把东西放我家，我爸会不高兴的。哦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是铜渣呀，做生意的嘛。看样子很重了。是啊，就放半天。那晚上我就拿走。行吧。好吧。啊，好。好，谢谢啊。怎么样？人和东西都上去了。五号报告，窝点已经找到，夏家也已经露面，请指示。动手，抓！注意，厅长命令，马上动手。明白。小梁子，
怎么指示？指挥部命令，马上抓捕。嗯，注意跟着我。好，保护好自己。老伯，谢谢啊，王叔，谢谢了啊。这么多样品了，哎，搞点水来壶，再搞点漆的。哎呀，从早到晚，现在什么也没有漆呀，哎，怎么回事？搞到现在？货太多了。我表哥说，是不是出点麻烦？你表哥那个人真是个神经病啊！怎么回事啊？球仔找不到了，他以为被发现了。谁啊？抄电表的。蹲下，别动，手举高。哎呀，哎呀，别动。过来，小梁子，哎，把他俩跟在一块儿。怎么样？毒品藏在什么地方？你说什么啊？什么毒品啊？我不知道了。你提上来的十个黑提包啊，怎么忘了？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。我来他家玩的嘛。玩？现在我是跟你玩啊，啊，说，什么地方？说，是谁？别！什么人？别！我是他家邻居，就住在对面的了。哦，我们是公安局的，来执行任务。啊，你有什么事吗？你们是不是要找什么同杀刚杀的？同杀？是呀，我刚才觉得不对劲。阿新，我以为他手脚不干净，又偷了人家的东西放在我那里了，所以我……大叔，你说的那些同杀是在什么地方？就在我家里。好，你过来看看。好。哎，就在这，在这儿。这不是什么铜杀，这是海洛因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海洛什么？海洛因。哦，这小子，我以为他只是偷人家的东西，原来他还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啊！哎，大叔，谢谢你了。不用谢。看什么？别动！大叔，家里还有人吗？有人。好，那你过来一下，这些东西让家里人看好了，千万别动。啊，好，那你过来一下。玉秀，啊，过来。哎，这些东西千万看好了，别叫别人拿走了啊。好的，好的。哎，啊，小梁子，把他们带过去。好，行了，出去。哎，大伯，你来接啊。我行吗？行行。如果他们说找阿新，
你就说阿新不在，他出去了。啊，那我试试吧。喂，你找谁？我是他家邻居呀。谁呀？阿新干什么去了？他讲没讲他去哪里了？他和一个年轻的出去了。不知道，他没有说呀。有十包东西放在我家里，很沉很沉的啦。哎，什么铜沙？这么说你看过了？没有啊，我是用手摸一下子了。哎，没关系了，我跟阿新是邻居，大家都很好的啦。怎么挂掉了？真没礼貌。公安同志，我这样说行吗？行行。马场到底怎么样？说些什么？他说阿新没事，可我总觉得这里面一定有问题。阿新肯定是出事了。不管他有什么问题了，我们先回香港再说了，走吧。五号报告，人赃俱获。太好了。五号报告，人赃俱获。哎呀，太好了。大家先不要太高兴，还有阿深和阿季没有到手呢，赶快问问小胡，他那里情况怎么样？是。现在讲这些屁话有什么用啊？我不行，我到海边去等他们。哎，阿良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你不要去了，你留在家里边守电话，一有消息就给我打手机啊。
报告所长，一楼没人。报告，二楼也没有人。他到哪儿去了？我不知道。你这个态度对你没有好处。我真的不知道吗？报告，三楼和平台上都没有人。喂，海上派出所，洪队长吗？哦，我是刘所长，我现在请求支援呢。至此，这一震惊世界的亚洲最大贩运毒品案，主要犯罪嫌疑人全部落入法网，共缴获四号高纯度的海洛因598.85公斤，这一数字使此案排在世界毒品案的第六位。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，广东省公安厅、深圳市公安局、广州市公安局、云南省公安厅、福州市公安局对此案进行了联手侦破。他们经过艰苦的侦查、精心的部署、快速的出击，使9601特大贩运毒品案没发一枪一弹，没有任何伤亡，而大获全胜。
王永健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啊？你啊，必须老实交代，你第一次做这种生意是什么时候？我不想回忆了。你就是不说，别人也会说的。别人说什么，那是别人的事。我对过去的事情没有兴趣。那你对什么有兴趣呢？现在还是未来？未来？我知道未来是什么，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了。现在我很被动，我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行动啊。不过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思考。王永健，你是我见过的最自私的人。你口口声声你自己的意志，自己的行动，可是你别忘了，你不是生活在真空中，你是生活在活生生的这个现实的世界里。除了你王永健以外，还有你老婆，有孩子，有亲戚，有朋友，过去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你的未来也会对他们产生极大的影响，而你的现在更是牵扯到了他们，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会因为你这个案子而影响到正常的生活。王永健，你此时此刻的态度对他们的未来将产生极大的影响，我说的对不对？王永健，福建省福鼎市人，1947年8月29日生，初中文化，曾上山下乡当过知青，1986年开始经商，经营过卡拉 OK 厅、装饰装修工程公司，因管理不善严重亏损而倒闭，为了还清债务走上了贩毒的道路，尝到甜头后在中缅边境的云南沧源县开办南亚商号，以做玉石、油木、铜砂生意为掩护，开始大批量的贩毒生意，由于风险很大，打算做完这次生意以后洗手不干。在云南沧源县公安局的配合下，我公安刑警对王永健的老屋云南沧源县南亚商号进行了搜查，并将犯罪嫌疑人押回广州拘留审查。请问你们是干什么的？你们谁是负责人呢？王老板不在，你不是上次来的黄老板吗？我是深圳市公安局的，奉命对南亚商号进行搜查。这是搜查令。在福州市公安局的配合下，为追回赃款，我公安刑警对王永健的妻子郑玉书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。我你收到的这笔款，它是一个香港的毒贩子给王永健的定金，这赃款是花不得的，法律对赃款是有明确规定的，是一定要上交给国库的，所以你一定要争取主动。主动和不主动那不一样啊。可是我要是交了，我们一家可怎么生活呢？大姐，其实你现在已经犯了窝赃罪了，你要是不交出来那是要坐牢的。我相信，我再想一想。我劝你一定要当机立断，就算是一场噩梦，也早点把它做完。
在政策的感召下，王永健的妻子郑玉书终于交出了从福州数十家银行中所存赃款300万元。你已经年满18岁了，应该说是个成年人了，也就是说你要独立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了。当你看见王永健他们在犯罪的时候，你就有责任检举揭发，但是你没有。我害怕，我真的害怕。我可以相信你说的话，但法律是相信事实的。事实上是在犯罪现场，你和阿明一起被抓获的，对不对？当时我想离开的，这里的钱是我说的，这我们都知道。于小勇啊，你自己应该好好的想想这次自己的经历。为什么好端端的一个高中毕业生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？原因在哪？阿深，你连你自己的马仔都不让吸，可怎么就不想想别人呢？这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啊，我自己也要生活嘛。你的生活是建立在多少人多少个家庭的痛苦之上呢？我管不了那么多了，他们自己要吸啊，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了，谁也没有拿着枪逼着他们去打那种针的。1996年5月，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9601大案的案犯进行了开庭公审。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现在开庭，公开审理由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的被告人王世建、黄天颂等十人贩卖毒品和污赃毒品一案，全国被告人到庭。1996年5月，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，毒贩王永健、阿深、阿纪、阿明、阿昌、陈洪良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；于小勇死刑，缓期2年执行。深圳市公安局荣立集体一等功，他们以实际行动，在中华民族150多年的禁毒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。